deep into this game.我就是他的那个满垒那个，对啊，还可以打那个长颈哦，对啊，而且要成功打出全垒打也很难呢，你就知道张玉成那时候多厉害了，满垒两出局的状况呢，嗯，轰个满贯，哦，输了啦，张玉成变战犯。